是袁景吗？袁景是谁啊？你的心上人吗？你不会是越狱了吧？ 不会穿的怎么干净？我的小丫头还是那么聪明，这么久没见，看你都瘦了。来，让我看看瘦了多少。王八蛋，大骗子，骗我！妈，可劲儿骂，想怎么骂怎么骂。 现在在干嘛呢？从严谨进屋就没分开过，看样子你是半会儿也走不了了。行吧，盯紧了啊，我最多15分钟就到。 您跟温景吗？不能。您当年跟纪晓鸥谈了几年恋爱？我都说了不能问。你别跟看大熊猫似的盯着我，我招你想过。一个冬天不见，脸皮倒是更厚。一个冬天没见，你嘴巴更硬了。你嘴巴越硬，代表你越想我。哎，跟我说一说，你刚才怎么猜到是我的？想懵的。 哎，你快说一说嘛！你身上混杂硫磺皂和烟草的味道。看来你对我身上的味道很敏感。你不想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吗？哎呀，这漫漫长夜，气氛又这么好。 咱不聊这个沉闷的话题。你看，我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坐在你的面前，我当然不是大毒枭了。那你是谁？如果我说我是缉毒英雄，你信不信？简单说啊，我有一个好哥们儿叫陈瑞敏，是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。 我为了配合他破获一起贩毒案，我给他做卧底，不得已我才跟小美人搅和在一起。没想到啊，这中间出了很多意外，陈瑞敏昏迷不醒，这个案子结束了，也没人能够证实我的卧底身份。哎，我就一直被关着，直到今天才沉冤得雪。 这故事太长了，哎呀，我一时半会儿给你讲不清楚，等回头慢慢讲给你听。你现在只需要知道，我还是你心里那个眼睛，在我的心里面，只有你一个人，姐。
眼睛，他确实是个好人。他跟那个小美人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。他爱的人一直是你。 小雨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赵丁辉告诉我了，他也应该来过你这儿吧？小，你相信我会杀战宇吗？我当然不相信。 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你会杀战宇，你不是那样的人。用你这句话就够了。战宇除了意外，我跟你一样都很难过。但人已经死了，你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。战宇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？什么人会对他下如此毒手？赵廷辉又为什么会怀疑你？ 现在警方正在调查，跟死者有关的人都会被怀疑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协助警方找到真凶的。严姐，现在警方怀疑你涉嫌杀害并分尸了战宇，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。我们抓错人了。警方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。 是不会随便抓人的，靠着，带走。你担心了？我就是去跟他聊聊天，晚一点我就回来。到人民医院找陈瑞敏，他会跟你解释我的身份。下去。 走了。